一節我想講少少關於即係博萬度橋啲嘢啦。其實原先咧我就諗住啊揾阿興嚟問下佢有冇啲以前編劇嗰陣時啲錄音帶，我諗相對嗰啲都幾好嘅，因為其實我哋港漫編劇咧有基本上都算係有三種嘅度橋方法嘅。咁其中一種咧就係、是、當然係好正常地，你咪有人寫劇本咯，寫完劇本之後，但有幾多字度啊？幾萬字啦，係啊，即、就、係、是、幾萬字嘅分場啦，成日咁啊，當然每一個人寫，我諗都有唔同啦。我譬如講一講幾個編劇嗰個特別嘅度嘅方法啦，即係呢行其實剩翻編劇都唔係好多咁樣。譬如你譬如好似阿柳咁啊，我哋第一個編劇之神啦，即係咁講，曾經嘅神啦，我哋都稱之為咁啊。佢編劇嗰時候你同你都有夾過啦，咁你覺得佢編劇方法係點樣？阿柳嘅編劇方法，佢自己度都係。憑佢嘅經驗，好快之下，譬如我同佢講翻，我最記得嗰時講西面吹雪啦，嚇，咁、其實佢諗一啲係一定有起承轉接啊，齊曬啲，但係畫面上面咧，佢就唔會太過著重嘅，因為佢本身冇畫嘅概念，某係啦，咁譬如我會同佢講翻啊，某啲嘢可唔可以細緻啲啊，咁樣去，其實我覺得創作其實每一個人都唔同嘅，即係用佢個方式，譬如我自己裏面嚟講咧，必定係以行畫面先嘅。因為我是畫公仔嘛，所以變咗我腦裏面一定係出咗畫面先，故事嗰方面嘅時候咧就後面去接啦，咁其實一樣嘢要講翻俾讀者知道清楚嘅就係話，應該我哋其實啱啱我之前受嘅訪問我都係咁講，就係話夾個問題，即係個主筆個問題好重要，係即係主筆同編劇之間個默契，因為呢個係好重要，成功咗嘅時候咧，當然你唔成功嘅要聽監製講啦，如果唔係你成功咗嘅話咧，其實編劇同主筆咧。是兩個是一體的，即其實應該是一個人嚟嘅，冇錯是一個人嚟嘅。不過你因為你做不到，所以焗住分兩個人啫。係啦，因為咧嗰個主筆一定要清楚曬個故事講乜。因為其實當初我接呢個《黃風雷傳》嘅時候咧，咁阿權都同我講翻，其實佢話佢收到啲劇本通常都係照傾，但我就通常同佢講翻話唔得，一定要你消化，即你可以 ban 我，即大家撞，我同永心當其時都係咁樣去撞出嚟，去噏出嚟。咁所以其實咧，我同你夾，但未必代表我同嗰個夾，即可能嗰個完全唔吸引嘅，係完全唔吸引嘅。咁但係原來那個主筆得啦，明白你講乜啦？夾嘅意思即係慣性咗，已經知道點樣去行嘅啦。因為其實我就當係買大細咁樣去講啫，大細即係意思，譬如我係護呢盤係應該買三條五假設啦，賭咁你都唔同我揼框，你同我買咗三條二，咁梗係輸㗎啦，即係。但三票五都唔一定贏，但都要最少個市場，最少要一致一致，因為坐牢冇錯，即我覺得大家要認同呢樣嘢咯。呢個好關鍵。咁啊，譬如我講阿柳係咪出劇本嘅？即係出文字劇本嘅。有當其時係應該係佢同阿森去搞嘅。係啊，即搞完之後你係啊。咁但係你就錄音嘅喎，係嘛？即係你就係錄音為主啦。曾幾何時都因為我同阿森係錄音，但係同阿權去早期都係，但係去到因為開始變咗。慣咗啊！其實呢個未去，唔係咁好啦。開始已經就變咗係我要錄完之後咧，翻咗去再出個應該係咁樣。首先我自己嘅方式同以前講啊，可能年紀大咗就要寫啦。再變喺個記憶裏面咧，其實諗緊嘅時候咧，個不停出緊故事。但係諗完一次諗一次咁樣。但係而家寫緊嘅過程裏面咧，已經諗緊啦。咁當然啦，寫緊嗰個過程裏面嘅時候咧，我就唔係跟佢哋正統嗰啲嘅，所以我自己睇得明。咁我寫完曬之後咧，跟住我就會錄音。錄音之後咧，就由我太太寫。我睇完之後，個劇本就會交俾阿權。咁阿權，你使唔使再仲要度一次橋㗎？要，需要。但係有陣時就會即刻 ban 我咯。咁佢唔聽你講大嘅，已經直接聽人講。係早期有聽，但係我話翻俾你聽，一定有嗌交。其實係好事。係。唔嗌就唔好事。係，因為大家都執著呢位空咁樣。因為大家會覺得喂，點解喺度咁樣？因為我知道好多故事都係，譬如舉個例啊，我見你而家個。畫面出現咗《黃風雷》，係咁所之前最早期我同你講話停頓時間嗰個度法咧係0.1、0.2、0.3咁去停，咁但係喺畫面上面表達唔到0.1、0.2、0.3，係咁佢同我傾過話喂，我哋可唔可以有啲唔同嘅效果咧咁樣樣，咁跟住就大膽啲去試，因為大家都係取決於想新嘅嘗試，係新嘅嘗試去搏一啲新嘅嘢。就唔係有啲招式啊，又係嗰啲咁嘅嘢，而去表達咯，所以變咗有啲好似異能嘅力量，咁而走咗出嚟。係，因為嗰個點解會先想講嗰個編劇嗰個模式咧？其實就係或者證明咗其實每一個人都唔同咧。因為其實嗱，
其實最好的人是咩？最好的咩咧？好似早期牛佬都講過嘅，就係話最好就係一條友自己圈自己，唔使講啦，自己搞自己編。咁啊，好似而家可以做到嘅，咪得阿和仔。其實牛佬都未必係自己圈啦，即係咁講。咁佢都係有 lead 住嗰條橋嘅啫。咁就問題佢要揾人幫咁解啫，因為三人行點搞嘅？咁跟住咧就嗰、那個，譬如黃生曾幾何時，我估都係自己搞掂曬嘅。咁其實而家大家可能都未好信啦，咁但其實馬 Sir 都係而家自己圈自己 lead 嘅，係啊，即係你單清其實唔知好多年幾多年啦，幾年前都冇做啦，因為大家都仲話以為我單清獨檔咁樣，咁阿肥倫都係啦，係啊係啊，咁但係當你本身你自己廣普真係唔得嘅話，即係而家我哋講緊除咗呢一班之外咧，其實再除咗旺龍呢個牛佬肥倫。這個即係賢哥呢幾個之外咧，其嚇一水身嚇呢幾個之外咧，咁其他下面最底層嗰啲人咧，其實萬友應該早期應該都係自己，因為佢俾到俾乜協助佢，係有人協助啦咁樣。咁但係其他咧，譬如我哋話去到譬如邝文强或者係胡少权或者係曹志豪，甚至呢個袁家寶嚇、或者其他啲人，有好多夏慧儀啦。咁其實基本上你一定要揾人幫到佢咯。係啊，即係佢本身佢係有啲似我哋睇爆漫嗰本書一樣咯。即係你點解會主角要兩個啫，唔係一個啫？屌你！如果個主角係嗰個乜鬼天才，係一個天才嘅，佢本身自己編埋自己畫埋都得嘅，做乜 Q 要有兩條友咧？佢就到佢解釋就係同佢講話。喂，我一個人，我除了我自己畫靚個畫面公仔之外，我條橋我真的不得啊嘛，咁咪焗住要分兩個咯。咁跟然之後咧，兩個當兩個一起夾，其實就中間係好難度就好高啦。咁同埋，譬如究竟嗰個編劇同埋嗰個主編之間中間嗰個組合係好唔好嘅組合？日本都係㗎，成日都夾埋一個，有啲組合夾埋係好好嘅，有啲夾埋組合咧夾埋就失敗咁樣。咁所以其實好關鍵。譬如我就覺得你同阿權咧，其實都算係一個幾好嘅，即係起碼同阿森。之後其實應該阿權同冇噶，係啊，係因為呢個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同你兩個嘅個性其實都有啲相同，有啲關係嘅嚇。係，因為咧點解嗱？其實你可以話著數就得，因為我用口去描述咧，一定係快過你哋用。其實我又唔覺得一定係用口一定唔好，或者用字一定好，即係呢個其實你有一樣嘢，我口可以即時可以有個反應。嗯，喂，咁得唔得啊？係，咁掂唔掂啊？咁我睇你個樣，或者我諗到嗰樣嘢。咁當然對我只有信心啦，我寫條嘅過程裡面，係嘛？你寫死咗就係咁就咁，即係我一唔 OK。因為你口你可以形容埋個畫面得好透徹啦，係係啊，即係甚至因為我就即係睇咗阿興度橋啦，咁啊佢即係除咗阿經常爆粗口爆到勁之外，咁佢爆粗口其實表達嗰種激嗰種感覺啦。咁但係另一同一時間，其實你可以擺埋個 pose 啊，話應該咁樣啊，炒啊點樣炒落去啊咁樣。其實呢樣嘢其實都係一樣，因為你當你用文字去表達嘅時候咧，其實已經隔咗一格啦。係冇錯，係嘛？咁所以其實你因為你係協助緊佢，好似譬如你有啲人有啲我知道有啲譬如好似胡家寶，佢嘅編劇方法就係佢起好似係咪起文分場？好清楚啊！係啊，起文分場。清楚。咁所以其實嗱，你牛輝就夾牛輝就 OK 咯。係。嗱，如果佢唔係夾牛輝嘅，佢夾咗阿斌強，咁啊大件事㗎啦。即係或者係阿斌強，因為佢主觀，即係佢自己主，即係佢對畫面有自己一套嘅表達方法，佢就會可能會喂扯我跟你個框架，我就未必中意。但係咁個編劇又會因應翻佢個對手係邊個而適量調節翻佢。係，所以就重點啊呢兩個呢一 pair， 所以我就覺得咧，而家個情況就係話好多人將古仔就即係全部擺曬喺編劇嗰度啦，執埋喺嗰度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其實關鍵係主編咯，同埋應該即係呢兩個係關鍵咯。度橋就覺得個個都覺得會識度嘅，有套阿凡達你都話，誒邊度可以唔好睇啊？講下好用，但畫就唔係咁多人都識畫噶嘛，所以編劇嗰位咧就嗰個應該係嗰個點樣講咧？你可以話個責任好似好重啊。但係有人講過啦，咁但係就覺得編劇就即係編個佔個比例啊，喺嗰個成件事入邊佔個比例係低嘅。點解低咧？我哋其實用人工去。去比啦，係低嘅。嗱，一本書嘅成本咧，我當佢啦。一本書，一本薄漫啦，圈稿嗰個主編，即係唔係其實唔應該叫主編，叫分鏡啦嚇。分鏡嗰個人咧，第$10,000我當$10,000啦。啱啦。咁啊，編劇大約係20%-30%到咁上下，即係3,000蚊到咁上下。係冇錯。係啦，咁其實成件事咧，你見到咧，其實個比例其實就唔係好合理嘅。即係我覺得唔係好合理。如果你覺得編劇咁勁嘅話咧，即係咁重要嚇，咁重要嘅時候，其實你個比例冇理由會爭成1/5嘅，係嘛？咁呢個又係一個關鍵。咁所以即係
即係同個制度係多少有啲關係嘅。咁但係係咪代表話誒嗰個？因為呢個同我哋所有嘅老闆都係主編係有關係嘅，因為大家都會將嗰個畫公仔嗰樣嘢擺喺第一樣嘢，都係港漫特色嚟嘅。即係咁係咪錯咧？我覺得唔一定係錯，不過佢又將畫嗰樣嘢就擺咗前，然後古仔就擺咗後，即係變咗協助性嘅嘢。咁變咗喺呢個咁嘅過程入邊出現咗。这個講埋而家行到而家嘅情況嘅一個所謂嘅行業結構咯，唔係全部都係，我覺得嗱有啲睇下你嗰、那個即係你嘅戰績或者你個你有冇令到嗰個主編有信心對你係嘛？即係譬如其實我都覺得自己就唔係正統編劇，係，但係我又會去咁睇自己咯，即係我會連埋個包裝先所講嘅，即係本書嘅策劃啦，請曬全部，咁其實度就永遠唔會話永遠都好睇噶嘛，係啱唔啱啊？但係畫其實咧，其實個高潮低潮冇咁大嘅、那個起伏，照正常越畫越靚嘅應該要，但係巧你今次得啫，你下次都未必係能夠去到即係 keep 得到呢一度啦。咁所以我自己係咁睇嘅，即係譬如成本書，我諗下啊，即係計數咯，即係邊一個位邊個好睇，邊個位好睇啊？咁而同翻個主筆講，即係你認唔認同先？即係我一定都係講，其實嗰陣時我讀鬼書都已經阿廖福成已經同佢講我話，佢問我咁得唔得？我話唔係，應該係你話事。因為最後尾係佢圈出嚟，佢圈出嚟噶嘛，係 啊，一定要聽你講噶，我一定會聽你講。不過喺個過程裡面，有陣時候有啲嘢我話，喂，其實咁好啲喎，即係盡量講服佢咯。因為如果佢唔得嘅話咧，都好難會寫到你嗰樣嘢出嚟。咁當然你俾到佢信心咯，要俾到佢信心，而令到嗰樣嘢去賣錢。好啊，我哋講個例子啊，嗱，你第一期嘅黃蜂雷算大家認為你即係覺得最好睇一期啊、當時你度嗰陣時第一期啦，我而家手上我哋見到畫面啦，第一期啦。咁你度嗰陣時其實係咪先度咗尾啊先啦，定係度咗頭先？嗱，我講得俾你聽先，其實度咗一啲叫做靈感啊，要講下嘢嘅感覺，即係應該如果褪翻早少少，應該係街霸。街霸嗰時咧一直讀鬼書，其實好想讀打書，咁靜咗成五六年，就終於有個機會啦。一儲住票，咁同一道理。度黃蜂雷嘅時候，之前一直都冇度其他嘢噶啦，我儲咗埋一紮嘢噶啦，已經。咁有呢一個嘅時候咧，有種新鮮感。咁但係我都係不諱言咁講話，其實係攞咗街霸嗰套，就套咗落去，套咗落去佢一個程式上面打比賽。咁但係你話翻俾我聽，頭嗰段啊嗰樣嘢，咁譬如我會覺得，譬如睇嗰啲書，譬如印牙咁樣，佢講咗一個 point， 咁令我好吸引嘅，就捉住佢呢個 point 講下降一級嗰個位置，就將佢由炮。車、飛機，咁你講到呢啲咁嘅嘢，即係呢個其實喺度嗰個過程就話，即係一開始就覺得係一隻炮已經咁鬼勁，咁點知咧風雷一啪一聲過咗頭啦。冇錯，因為要速度先要加速。跟住又但係當第二架再車就出現，再比炮快嘅，冇錯，咁就又再可以快過去。第三就係有架轟炸機，你就仲快。其實一步一步都同你證明咗，其實風雷唔需要揾第二個人嚟比手，其實佢唔係真係快過架車。其實畫嗰時候需要錯流，其實係佢捉住嘅戰機就變成佢一齊飛。哦 ，OK。但要出得呢啲咧，都要即係畫面嘅表達啦。嗰班景要好強。係啊係啊。如果唔係就好肉酸。咁嗰班人做得好勁，咁啊變咗係好靚咯。所以佢其實佢個即係佢其實基本上就即係等於就係喺一個咁嘅方式入邊咧，呢一個分鏡，呢一個場面啦，就係只係表達到風雷點樣快，係啊，即係點樣快，佢速度係快過曬所有我哋見到嘅物件咁樣。咁但係問題你可以用好多方法嘅，即係譬如可以用人去鬥快都得噶嘛，冇錯，係嘛？或者甚至有啲人咧可能飛上天喺難度搭劍又得噶嘛。嗱，咁究竟用咩表達方法咧？有個過程咯，有炮、車、戰機，直至到去到戰艦。其實呢樣嘢其實。即係所謂嘅無意識嘅嘢啦，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用過嘅，即係你肥良啦，即係用殺人鯨嗰啲咁即係用海嘅動物啦，或者甚至譬如你話黃山早期嗰時都有用嗰啲嗰啲咩龍絲螺絲或者 turbo 啊啲嘢，就算係有和仔其實都有用嘅，咁其實大家都係類似嘅操作方法，其實日本都好多都係有啲意會式嘅嘢咯，咁但係問題話即係佢個出場呢一場就好關鍵，就係一出就要令到人哋覺得好有印象嘅，冇風雷是一個很快的東西，疾風那樣快的風雷的東西，是吧？那麼譬如這個就叫做是你叫第一場令到人捉住了，即是你未必會令到人知道風雷什麼性格，但是你又令到人知道風雷幾快，即是這樣，是吧？那另外第二場其實你那時候刻意其實想講些什麼？因為當初的時候我要想要有個比較跟黃蜂雷對打的人要回上下個級數，咁嗰時就覺得只有金羅漢可以做到呢個位置，咁而金羅漢做呢個位嘅過程裡面咧，我就太誇咧，就係話講下黃蜂雷佢嘅戲勁，
佢氣勁啲，佢一個戰機咧，能夠冧。其實嗰個力量層次係高咗，高咗啊嗰度。但係其實嗰陣啊，哇好興奮啊，爆咗佢咁樣，係嘛？咁跟住之後就講佢個性格啦，要出啦，即係我黃風雷要問你借嘢。咁呢一個 point 咧，就係用翻我以前曾經度超八世紀嘅時候一個 idea。就係裏面有冇講述，就係戰俘要借一個人嘅人頭一用。嗯，咁佢咁我諗翻，其實呢個橋劇都大家都經常用嘅，咁樣。但係即係變咗，其實係食咗個黃風雷，就喺串龍虎門，龍虎門入邊就少咯，少做呢樣嘢。係啦，因為咧你要標凹咗佢串嘅性格。嗯，同埋咧，即係你要憑咩隻嘢就憑我黃風雷咁樣。仲有個問題就係、是，人都知道東方無敵嘅大兵係好犀利，係好犀利。嗯，即係連火雲神都驚。你而家點解要問我借大兵力？嗯，緊有個原因，但我首先唔問你咩原因，你過咗我呢關先，即係先嚼咗打咗先，係啦，冇錯，咁變咗嗰場就有個藉口，可以兩個開波，即係變咗，即係而家就變咗金羅漢同黃風雷，因為佢下面嘅人就可以兩條友打，咁即係佢覺得有得困咯。仲有計算㗎，要計埋一個位置，就係、是、要計一個俾讀者一個驚喜，就係、是、一種懷舊嘅 point， 就係當日黃山寫個直升機撞落去啊金羅漢嗰度。咁當其時就諗咗個位置就係、是、你金龍漢唔可以太市，咁點樣可以平衡到呢個位咧？咁跟住就諗咗個直升機先，首先個阿伯旗坐落去啊金龍漢嗰度，黃風雷，嚇、出咗去，咁跟住之後先再打嘅時候咧，就由啊東方無敵就完場，嗰段就 stop 咗先，因為如果分咗勝負就麻煩噶啦，跟住變咗你兩個已經知道邊個好打，即係留翻個懸念先嗰度一條，咁啊變咗咁啊停一停先嚇，去到呢度停一停先，跟住就開始要講橋啦。咁啊，講橋嗰方面咧，就要去翻咧嗰個局啦，即係嗰個心魔大戰啦，就套翻喺嗰個位啦。所以第二場就其實關鍵就都係一個，所以第一場同第二場要畫面，第一場同第二場都係同一個，即係同一條線嚟嘅，應該係嘛？即係同一條線，即係話你第一場就係原因點樣講佢，點樣出場點樣快。第二場就講佢入到嚟就出咗性格，係啊，出咗性格，我要隻嘢。咁隻嘢之後咧，你揾條身邊嘅人同你抽，嗰抽人個對手係邊個好關鍵啦。係啊，即係你跟住又點喺打嘅過程入邊出到佢個武功嘅層次啦，或者係佢特性啦咁樣嚇。咁直至到應該就係話嗰個停頓時間咯，即係讀者有種叫做話題性咯。點解可以咁樣㗎？係即係覺得好誇張，好離譜咁樣。係啦，係嘛？咁啊，其實所以第一期咧，就嗰、那個喺嗰、那個嗱，依個就係啊，即係要佢就即係聖上出手啦。因為你要借啊嘛，咪俾你咯。係啊，咁聖上出手嘅時候，我就將嗰、那個你要你嘅九紅霹靂，我就送俾你啦咁樣。咁其實即係你嘅咁你要嘅時候，我其實喺呢度做咗個懸念喺度啦。冇錯。究竟佢發生咗咩事？發生咩事咧？咁但係好多時其實啲人就會覺得講慢耐去都係嗰幾招咯。咁但事實上係真係又冇辦法嘅，係嘛？因為你譬如去到呢一節頭先講緊，我哋成個而家去到唔知第幾頁啦呢度。咁但係呢一度咧，其實已經係講緊成一場戲嘅，出咗角色，出咗個對手，再即係打咗場，就出到個感覺。咁其實個關鍵就話已經逼咗呢個聖神出手，送你要大霹靂，我送你大霹靂。咁跟住就 holding 咗，就去咗第二度啦。係係嘛？即係咁樣。咁你其實出咗心性呢個角色啦，咁樣咁呢場戲其實就其實呢場戲同原有個場戲就係差開咗另一邊咯。冇錯，要即係俾讀者要知道，佢應該講係呢一段係講關於劇情嘅嘢啦，多數文字上面會多少少啦，即係佢有個佈局，要佈一個局咧，要翻嚟咧，要引一班所有強者咧去上一個地方嗰度咧。去吸取因為我哋講慢咧就好鬼麻煩，因為文搶咧，即係你唔覺文搶咧就都跌輸嘅，即係成日都經常都係咁樣。所以其實但係你唔用文搶去堆砌又唔得嘅，梗係啦，係嘛？咁所以其實你所以喺文搶入邊咧，都會好多技巧，大家見到咧啲文戲都會加咗好多啲特別嘅嘢咯，譬如啲動物啊，一啲咁當然你老實講，啲畫手要夠咁長一勁先去到呢啲畫面啦，要唔咁就去唔到啦咁樣。咁所以成個故仔其實呢個就好似 plan 一個佈局同主線係有關係嘅佈局咯嚇，係咯。咁譬如呢場戲，其實你嗰陣諗嘅時候，其實有冇已經開始諗到尾嗰個結局？其實用咩吸引到人睇第二期？因為呢個你又講呢一期去到 ending 啊，即係六十期嗰陣。唔係呢一度嘅呢一期嘅 ending， 其實寫唔曬呢度，長得滯啊。不過變咗呢個位都 OK 嘅，咁就 stop 呢個位咯。本嚟應該再後少少，即係應該仲有出到呢個仲係咩噶嘛係嘛？呢個仲係第一期噶嘛？冇錯冇錯。咁啊，其實第一期去到呢、這個
喺邊度 end 嘅，我都其實呢一度係啦，啊呢度呢度 ending 係嘛？呢度 ending 咁其實即係話其實馮風雷喺之前懸念咗之後咧，跟住馬上出翻嚟冇事喎。愛情啦呢度呢一 part 應該係啦，就點解佢冇事咧？係嚇，仲有個建議喎，咁快就遇到呢個仇人，係係咁呢個咁似佢嗰個老婆嘅，係係即係啲即係要度咗一陣嘅懸念咁樣。咁你譬如你後屘當嗱呢個都係一個危機啦，因為我哋講慢咧最。被人救病咧，就係去到某啲位置，即係結局嗰陣時咧，硬係唔係有嘢劈落嚟，就有人俾佢嚼落去啦。咁呢個其實係難最易做嘅，係，但係又好似冇辦法。但係明知佢條友撲街又唔會死嘅喎，因為主角嚟啊嘛，大佬啊，第二期即刻死咗咁樣。但係相比好似嗰、那個其實日本都有㗎。我哋就算睇日本漫畫，即係就算而家咁 hit 嘅《進擊巨人》咧，咁其中一幕都係個主角俾人咬死咗啦，咁然後跟住喺身體爆翻出嚟咁樣，咁其實都係嚼俾人嚼低咗喎，啲人哇屌主角死嘅，唔係啊咩咩咁樣，咁跟住第二其實哦冇事，揾即係解翻個結出嚟啊嘛，其實同樣嘅情況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咁但係太多咁嘅情況之下咧，因為我哋睇得太多講嘛，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喂又係咁嘅咁樣，因為嗱你成碌嘢懟咗落去。其實呢個你覺得呢、這個呢、這個、結局嘅懸念喺邊度啊？即係你自己覺得。其實呢一個當其時係諗翻英雄托住、那個、哦大刀嗰度係咪？係嗰、那個氣勢。不過個畫面表達唔到。但係其實又係太過太過，因為他拍劍好犀利嘅。咁佢唔係金鐘罩，係嘛？又係有啲問題。哦，佢嗰個之前嗰個都好真係勁啊！孤星閃逝，我覺得係嗰期。但係佢托住嗰個唔係刀嘛，佢托住嗰個好似係。我唔記得咗，刀嚟嘅，刀嚟，係咪刀鋒？刀嚟嘅，嗰、那個戰狂啊嘛，係咪？戰狂就，但係佢個刀，因為佢嗰陣時已經好鬼 Q 勁啊，可以劈咗個塔，劈完之後咧，殺咗落去之後，突然間有條撲街走出嚟托住佢，嗰個有少少唔同，就係、是、因為佢嗰、那個因為成條橋都去咗劍雄嗰度嘛，佢突然間無端端華英雄出翻嚟，啲人就會覺得喂好鬼勁喎，華英雄突然間出翻嚟喎，托住把刀喎咁樣，咁即係其實跟住下期即係孤星閃逝另一度，嗰、那個係大家都好有印象嘅，即係一個好好嘅博漫嘅結局，即係叫做下期預告咯，即係咁樣。因為其實佢呢一段咧，我冇記錯就應該當其時咧，我已經有信心。千面嗰橛對我嚟講，我有信心。係。咁譬如去到呢度嘅時候咧，唔需要造就一啲咧太過辛苦刁轉嘅嘢，因為我要贏係要贏最大嗰班讀者，係最多嗰班嘅嘢。所以其實你如果以呢一期嚟講嘅時候，我作為一個讀者，當時我睇完之後咧，我覺得最感覺最強就係你塑造咗黃風雷嗰種型嘅感覺，同埋串嘅感覺。其實係其他冇嘅。咁其實呢一個其實已經記得㗎啦。咁記得之後，其他嘢咧就其實唔係話真係咁重要咯。我只覺得嚇。咁我哋可以講少少關於嗰、那個呢個我哋講緊港漫呢度應該有五廿幾頁喎，係嘛？因為第一期有五廿幾頁嘛。咁但其實咧正式嘅港漫咧，其實應該係講三十零到啦，甚至一去到三十一、三十二，其實就由大家就知道一家子就貴噶嘛。咁所以其實三十頁嘅一個編劇技巧咧，其實通常你譬如以你咁講，通常分幾多個場合啊？即係你嘅經驗嚟講，三個。至四個係啦，即係三個，即係太多你其實就好亂。係，其實你喺另一個角度嚟講，如果你不停分叉線咧，其實咧度其實易度㗎。你要講啲，你要講啲。係啊，你要講啲，你要得意啲嗰個。你可以呢個講愛情，嗰個就講打，另一個係講偵探咁樣，咁啊好似好多嘢，但係埋埋條線，啲讀者記唔到啊嘛。係，所以其實咧，如果你咁講嘅話咧，其實應該係樣模係三個度。係三個三條線，但係三條線係會有。有啲線可能最後就會慢慢歸埋一條線咁樣，係冇錯，係嘛，即係咁樣。咁所以其實新嘅即係原則上最多可能係三至四個嘅分場，係嘛，即係咁樣。咁你就變咗咁啊！即係其實大概得十張到嘅紙咧去寫分場。咁有好多人有講過呢個問題咧，我就一直都想揾機會同大家講嘅。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咧講埋，因為就係因為三十頁嘅限制咧，令到我哋講埋嘅創作係有限制。其實佢都有個限制喺度嘅，但其實你如果睇到日本咧，少年 Jump 或者我哋而家講緊咧，其實佢都係用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去講。佢雖然最後我哋出咗街嗰本書咧，佢唔講啦，係嗰本唔係嗰本書有200幾頁，我知，但係唔講。但係其實咧，你睇嗰陣時梗係好睇啦，200幾頁。但係呢本書已經成功咗啊！你記住啊，出得正單行本嘅書咧，其實佢本身已經成功咗先出單行本噶嘛。如果唔係就唔會出單行本啦。咁但係但係佢喺雜誌嗰邊連載嘅時候咧，其實咧佢係廿零頁嘅啫，其實。所以其實佢個頁數比我係講緊呢個 point 就係佢入頁數比我哋三十頁其實仲少嘅，因為佢仲細頁啲噶嘛。係。
所以喺我哋成件事入邊咧，我哋覺得咧，就其實嗰、那個好似《難以進擊的巨人》咁樣，嗯、其實佢第一回咧有第二好似，因為佢係第一稿啦，有四五十頁到咁長嘅，咁、嗯、所以咧，佢喺個四五十頁入邊咧就睇到咧，就其實佢自己分場咁其實。我哋睇佢唔應該將佢變成二百幾頁一個故仔咯，其實係講緊佢第一回，即係我呢本呢一期嘅Jump，佢連載咗幾多頁。然後因為你如果睇百萬都知道啦，嗱百萬有啲真有啲假，我就唔太清楚啦。但係佢肯定一樣就係話，佢嗰個連載過程入邊咧，其中如果呢期唔好睇啊，佢過多兩頁 cut Q 咗你啦，你直情冇得連留低啦，係嘛？咁事實上係嘅，如果唔受歡迎咁，票選唔受歡迎，真係要掹走噶嘛，係嘛？咁其實而家講緊以少年都有。即係都係有咁嘅情況。喂，如果即係第二期好似阿黃達話即刻要改組啦嘛，已經咁。其實改組意思係話，可能某啲古仔佢覺得唔好睇，可能都要掹走啊嘛。其實佢都係希望行少年 Jump 嗰個模式啊嘛。咁但係所以其實你嘅頁數其實都唔會多咯。係啊，即係其實都係講緊即係可能喺廿零頁啊，十零廿頁係啊，要講到一個懸念出嚟，然後令到我下一期會睇呢個古仔啊嘛。因為我唔追就冇啦嘛。嗱，如果你睇翻呢個進一步入去，好睇嘅地方係咩咧？其實佢同港漫好類似嘅，其實嗱，當然嗰個表達方法係唔同，但係個結構係類似嘅。咁一佢一嚟嘅時候咧，佢一開始講嘅時候咧，就講咗一個古仔咧，就係講佢哋出去捉巨人啦。咁啊，好快已經就係呢個其實啲畫你睇落好核突啦。但係我覺得嗰個草圖其實做好好嘅，好有力度嘅嚇。咁啊，其實係講緊力度。咁好，跟住之後就翻翻嚟咧，其實佢已經係講緊男女主角出場嚇。咁又就好快地去到城入邊嘅生活啦，跟住其實咧已經盡快咧已經去條橋，已經去到巨人已經出現嘅啦。即係嗱呢個第一個就係講有班打巨人啊翻嚟，頭先嗰班嚟嘅，即係第一節嗰班嚟嘅。咁打完巨人之後翻嚟之後，發覺屌咁啊，全部撲街街，全部都死曬。咁跟住之後咧就去講個故仔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巨人係點恐怖嘅咁樣。當佢營造咗成個恐怖之後咧。咁其實咧，佢喺呢節嘅尾，其實巨人已經出現咗嚇，即係大家如果即係咁嘅數，大家有啲頭暈啊咁啊，因為佢頁第一期第一話嘅頁數太多啊。嗱，其實呢度係 ending， 即係佢可能一開波就度咗 ending 先。係啊，其實你一樣噶嗱，巨人已經出現咗啦。嗱，呢度係佢第一回嘅完啊。咁啊，呢度頁數多嘅五百幾頁嘅。咁但係問題咧，其實即係同我哋講埋嘅五百頁差唔多啫。嗯，係嘛？即係佢其實你見到分場差唔多嘅。係。啊、即又係又係個結構又係咁樣，咁但係因為點解會佢譬如點解會受歡迎或者咁大家覺得佢咁好睇咧？其實因為佢事實上佢個新鮮感係好緊要嘅，因為佢同樣嘅結構同樣嘅脈絡，但係佢嘅新鮮感入邊，佢因為佢係講緊一個巨人踢開個城，咁佢喺尾嗰度呢個就係佢第一回嘅完，所以其實呢個等於講埋嘅第一本，嗯，就第一本就五廿幾章就講咗個故仔出嚟，嗯，所以好多時候我哋成日咧有甚至有啲導演，我記得以前咧阿陳嘉誠同阿陳嘉誠傾偈嗰時候，佢有講，喂，香港漫畫要突破嘅時候，已經講咗十幾年前噶啦，佢話其實應該出日本嘅精裝，因為點解日本精裝一口氣睇先好睇嘅，但我就同佢講其實唔關事嘅，日本漫畫其實本身都係一回一回咁樣睇嘅，因為你都係連載喺個Jump嗰度嘅一回嗱呢個係長啦，咁第二回可能得廿零章，有啲人得三廿章，咁啊同港漫一樣咯，即係聚埋。係啊，不過個問題最後結果將佢變咗精裝啫嘛，個模式係咁樣啫嘛，咁所以呢、這個即係成個編劇咧，其實大家可能通過今日咧可能阿興講一講佢第一期嘅《黃蜂女》嘅時候咧，其實多少大家都會明白到其實個編劇嗰個方向啦，希望大家多啲了解。我希望即係如果你覺得自己係編到嘢嘅，我哋其實好港漫真係好歡迎人哋嚟一齊去讀。但係就千祈唔好一嚟到嘅時候就以為咧你係救世者咯，我經常性就遇到呢咁嘅情況嘅啊嗱，即係我可以講阿興跟住就佢會有一間新嘅公司會搞書，阿興會幫手啦，咁就會有一啲全新嘅書要出啦咁樣，咁我呢邊其實我會都會有一本書出，就係九把刀，已經講咗九把刀嘅殺手會出啦。咁但係我本咪簡單啲，因為本身九把刀故仔已經有，再去改咁咪又簡單好多啦。咁只係佢主筆點樣表達嘅啫，咁樣。咁想同一時間，我哋有兩間新公司出現咗，就係呢面前啦。如果大家覺得想自己自願自己去救咗港漫，而巧覺得好鬼好巧嘅，喂，揾我哋啦。係啊，獻出你嘅。
熱情同埋嘅橋啦，咁樣就唔好話就匿埋喺 Facebook 個打飛機咁樣，自己覺得自己就好鬼勁。咁其實呢樣嘢最緊要咯，我覺得係同埋要個主筆 OK。其實呢個我自己都試過，俾啲人過嚟度，但係係啊係啊，所以我都希望。